像是呢，今天饭店他们就特地租用了四个超大型的冷冻柜，因为呢外带年菜的订单实在太大了，所以必须要有额外的空间才能来厨房食材。像今天饭店他们最热销的就是他们的招牌菜绍兴醉鸡，光是外带的部分就可以卖出800份。再听一下业者访问。好，今年呢我们这个年菜外卖的业绩啊，跟突破去年的一个销售量，那今年我们整个中餐厅的这个外带年菜加起来上看就是有千万，已经有突破千万的这个销售量了。尤其我们的江浙料理绍兴醉鸡，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进货量已经到了2.5公吨，所以整个外带年菜再加馆内的用餐就有2500份的这个出货量。像是这道绍兴醉鸡呢，就用掉了2.5公吨的鸡肉，其实呢量是非常大的，而且呢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的老主顾再回头来买。而且今年呢，其实业者也做了统计，包括像是海参啊，还有海陆拼盘等等，也都是非常热销的餐点。不过先前在电商哦，也有做出了另外一份统计，过去大家都觉得佛跳墙是最热销的食物，但今年首度鸡汤的销量是超过了佛跳墙。